己的社区终于恢复自由出入，电动车也可以骑上马路了，不少上海民众开心到放鞭炮庆祝。有人在放烟花庆祝解封，看到没有？上海2500万人，目前还有64万人属于封控区和管控区，无法自由行动。对于还没有恢复公共交通的地区，则采取送货到社区的服务。只见送货人员和驾驶全套的防护服，挥汗如雨，把卖场的订货送到社区门口。你们两部免费班车现在率先拿到了通行证，在华侨镇进行试点服务，也让顾客采买生活物资的时候能便利一些。另外，上海海底捞目前仍然采取线上订单外送服务。目前我们门店已经有22名员工已经返岗复工，那么到店的员工占比是25%。我们复工的员工每天都是闭环管理，保证我们48小时的阴性核酸是每天必须要做。市级白名单企业复工率达80%以上，园区、楼宇、商业综合体的复工率约50%。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约77%。至于上海境内的航班和铁路已经逐步恢复运行，准备6月1号上海第三阶段恢复商业、恢复市场。TVBS 新闻于欣汉、陈向如综合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